超级好看的，它是有一点那种设计感的，对，它比较不一样，真的很厉害，因为它是你看它的侧面，我觉得它侧面超美的，它很像飞鼠袖那种感觉，它就是有一点点连袖，然后有点前短后长的感觉，穿起来就很瘦。这个就是搭什么都好看的那一种，对，各种搭都可以，微透的。对，它是微透，所以我里面有搭了一件那个，就是，小背心，小可爱。对对对，我先介绍这一件衬衫，它有三个颜色，哎，我觉得都很好看哎。对，上衣是不规则，它是下摆不规则。对，咖色其实蛮，咖色很白，而且这个咖是我很喜欢的那种咖，它是带一点红棕色的那一种咖。对，超级有质感，深一点，我觉得像这种深一点的咖，看起来质感都很好。好看，而且我觉得像这种配裙子也很好看，对，超级适合，或是那种紧身牛仔裤，嗯，对，它超美的，我觉得它的下摆那个弧度很好看。你看侧面，它其实是有点前短后长，前短后长，对，我觉得它下摆这边就很漂亮。对啊，我觉得配这种麻的短裤也很好看，就随性，像我们现在就是随便搭一个短裤就可以，或是要配很多裙子、长裙都可以，这就很好看，对，很好看这一件，我喜欢，对。然后这件的话还有其他两个色、三个色都好看，其实我觉得这色很好看，咖色也很美，咖色就很白，对，咖色很显白。它近看它那个材质，它是有点微透，然后是皱皱的，对，很好，很舒服的材质，很舒服的材质，就是你夏天完全可以穿，这种的话夏天可以穿哦，